Mr. 你的手怎么会受伤的？哎，不要问了啦，都几个月了咯，还不能好。哈，这样子你怎样做工哦？怎样还能做啊？我现在啊是手停口停，都完全没有收入了咯。你有没有去 claim 那个社会保险？我看新闻讲哦，如果是做工的时候受伤啦，就可以 claim 这个社险福利金，好像是薪水的80%呢，一直到可以工作为止。我的老板都没有帮我买。啊，你老板是不是人来的哦？中午你不去告他？我自己就是老板咯，所以就没有帮自己买咯。哦，这样你吃饭怎么办？吃饭还好，大便小便啊才麻烦呢。啊，怎么嘞？那小便的时候呢，就要用这两只手齐心合力的夹住，才不会洒到满地都是哦。这样上大号的时候呢？大号还是要上的，不过上完之后就没有办法了咯。哦，这样哦，你现在靠什么为生？哦，你这么酷？我是卖这个清洁剂的，之前很多客户跟我拿了货，又不给钱我，然后还给人家打抢我，我现在的日子都不想过了咯。啊，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还能有什么打算？我家里有公公婆婆、外公外婆、爸爸妈妈、岳父岳母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老婆，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养。不过我告诉自己，不管生活多苦，我一定还是要坚持下去的。你真的很伟大耶！你现在你要去哪里？你跟我讲，我免费带你去。还有你这些清洁剂还剩多少？我帮你买下来。真的假的？我阿丁哦，说到做到。哦，那我这里现在还有六支，一共300块，加去 SD 就318块了。这样贵的。Thank you 啊，那这里呢就是6罐，你拿回去就慢慢用啦。你的右手，看什么看哦？哎，带我去最靠近的按摩院啊，快点啦！